黄色火车慢慢开进英格车站，古朴小镇靠 Q 版逃生吸引人，所剩不多的古窑烟囱见证这座制陶重镇力拼百年风华重现。像这次喷的颜色啊，我觉得就还蛮不错的，然后颜色的亮度也 OK， 这个蓝色蓝跟白的感觉就比较没有那么的对比这么明显，我觉得这个可以尝试再蓝一点，然后再白一点。淡蓝色或淡褐色的丹宁布纹被医生完美复刻出牛仔裤车缝线跟细致铁扣，整体看起来既时髦又有个性。情侣马克杯一推出，询问度超高。这一系列推出之后，蛮受欢迎的，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哎，就是不知道怎么做选择，感觉蓝色也好看，咖啡色也好看。喝这种咖啡的时候啊，或是使用这种器具的时候，他们也会觉得说是跟朋友一起共享。或是两个情侣可以一起使用，那种味道跟气氛跟人家现在常常说的那种仪式感，仿真材质的设计他们都可以做出来很像真的东西，那其实这种东西在市场的接受度他们都是蛮高的。实用性与美感兼备，因而受到年轻人喜爱的仿真技术，其实就是在陶土原材质上模拟出另一种材质，像是让人爱不释手的丹宁行李吊牌和茶花器，以及陶土竟也能模拟做出树木或螺丝帽的纹理。像这个我去刮出来那个木纹之后，然后再搭配运用釉料做结合，然后再去刷白，那就会自然呈现那种很像木纹的感觉。陶瓷品变得更多元有趣，都是利用原先的陶瓷制作与科技结合，也是许多制陶的中小型工厂转为设计工作室的关键。那我们陶土呢，在做之前要先炼土，然后在拉胚的时候呢，经过炼土机，它干湿度会比较均匀。陶艺的入门就从炼土开始。身为陶艺工厂第二代的李宗彦，尽管从小只会帮家里卖陶艺品，却从没碰过陶土原料，学做手拉胚可以说是半路出家。好的，走。那因为我们家里一开始是贩卖陶瓷，对，那做陶瓷是后来再做，那一做陶瓷之后呢，我就是比较钻研在釉料方面。迈入30多岁才学习调配釉料，尤其通过大数据分析釉料的调配技术，更是近一年来的首度尝试。这全部都白色粉末，一桶装不下。都要背化学元素表吗？了解就好了。说像我以前不是学化学的，那我要接触釉料其实是很困难，一开始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在这上面，我们试错那个时间要非常非常的长。对，那工研院这边他有讲到说电脑可以帮我们演算，然后帮我们实验，甚至调配出我们要的颜色，因为那时候觉得很新奇。以前开发新的釉料要靠一次又一次的试验，现在由 AI 自动运算，不需来回测试，上釉的配方跟制程也全凭 SOP 标准化流程。原料则是不同矿物组成的白色粉末，倒入球磨罐后添加适当水量，再花8个小时研磨过筛，才能上釉色。釉料就是陶瓷上的一层玻璃物质，用来装饰用。我以前为了要这个蓝色，那我可能用了很多的这些矿物原料去经过研磨，然后去烧制，可能在不同的温度它产生不同的颜色。你只知道说经验法则，大概我在加了这么多，加了这些东西，在这个温度，它可能会烧出怎么样的颜色？对，但到不同的窑或是
材料有变化，我可能就要重新再实验。这个可以，这个颜色可以。感觉这个蓝金黄好像有跑掉，这故意的，哦，这故意的，要试试看比较红，哦，然后没那么红。不同釉药需要不同的烧制温度，上百度或千度的高温又分别呈现出多样色泽。要把釉药上的美，美嘎不少。如果想开拓新的釉药，更是花时间。一个实验可能要两天之后才可以知道结果，对，那它经由演算之后，那我去试烧，哎，真的好像就如他们电脑演算的这样子，哎，结果就出来了。运用 AI 演算模拟色调配方，将研磨时程由原来的半年缩短至两个月，也大幅降低制作失败率，顺道公开配方，带动整体制陶产业转型，才能逐步摆脱过往平价代工模式。哥比要做大量的这种工厂，就现在已经剩不是很多了，因为我们在做平价的东西已经不是符合这台湾的这种需求了。对，那大家要便宜，我们已经拼不过国外的那些陶瓷业者。印哥之所以成为陶瓷重镇，是因为当地盛产粘土，人们开设窑厂都是直接就地取材。例如它这个是炼土开始，然后再有模具，再把它压成胚体，胚体然后再去干燥，干燥以后要上釉，上釉以后还要送到那个瓦斯窑，所以是它的制程啊，几乎前后有差不多10道的制程。半圆弧形的琉璃瓦片主要用于寺庙屋檐或古迹修复。每一片瓦片拿成铁笼，运输到不同的工作台，最后再由人工验收。亮度可以，对，亮度可以，釉色都很好啊。我们基本上我们已经有百年的历史，凡是我们台湾北部的这个地标，比如说中山楼、故宫博物院、忠烈祠、历史博物馆、两天院、中山纪念堂、科学馆，这些都是我们采用公司的产品。台湾不少地标建筑屋顶都出自英格这家窑厂。身为第三代的陈树胜有着更多感叹，找不到人接棒，共同守护百年祖业。创业维艰的，守成不易啊，这是真的是不容易做到现在。原料土的取得也是有它的困难，然后就是说我们这个设备大部分都很老了啦，啊，员工现在是缺工，工人都老年化了啦，这是台湾产业传统才普遍的现象的困境了，只能这么说，很辛苦了。产业老、机器老、工人老的三老困境，让英哥在全盛时期700多家陶瓷厂，竟在2年内冠胜不到100家。数十年来更经历无数次转型，整体产业既要改变翻转，也要重新找到市场切入点。